这是我室友偷懒的样子。那你先拿着啊，去把残疾收了，然后过来帮你。哦，去吧。嗯。Later。嗯。啊！嘿，阿江啊。我这马桶刷完了，你整好没有啊？啊，那你累不累啊？不累，就是这残疾给乱了。啊，那辛苦你了呀。那你现在干嘛呢？现在刷完啊。啊，你。啊，你就不想干活是吧？你要是撸猫，然后完了拖延时间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干，你可真机灵。我才没有呢，让我都打扫过一遍了。你打扫个啥？你把我那个和牙线给我收哪儿去了吧？啊，行，看在你送我礼物的份上，我暂且原谅你。那一会儿我给你打扫牙。哦，行，嗯。啊，你把玻璃擦之后，把猫砂铲一下。啊。你说陪我一起干的呀？你来铲一下呗，我这怎么回事嘛？现在让你干也不乐意，我还要搞厨房呢。这是你去吧去吧。这好你个阿翔，你在这偷懒是吧？你在厨房。没有，你看，我明明看你吃的可开心了，你这个人。